但上过战场，只可惜。行事先于。玩把剑圣。金刚椅。全军出。害虫。再把红开往上刷，这个皎月也去打不过我们，他还是带电型的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铁男打野得看阵容选的。其实这把也可以铁男打野，对面有三个近战就可以选，并且打野是近战就可以选，刚好对面三个近战打野也是。小鲁没打过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会认可雪狐的心。玩个亚索推不过赛恩，没事，他送塔了。这个河道蟹没什么经验的，上路死了补一下线好了。我个尾刀而已，你急什么呢？我将为你指路。这个线剑魔蛮亏的，看他好像直接上线没插眼了。咱们先换点血吧。这皎月如果是红开的话，他第二轮也快刷了，我过来了，先抓一波剑魔看一下。W 减速，那他死了。他果然是红开的，他十二轮刷新了，给他反了。是最强大的敌人。他十二轮经验比较高。起飞了，第一件买破败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你中路打害虫，你只要
推线消耗强的人都很好打的，亚索推线又不慢，先把龙控一下。他死了，皎月前面很弱的，不怕他，主要是这波我六他五，这是关键。打三人你只要这种推线消耗 强的英雄都可以很好打，他为什么这风没吹起来？打野哥哥能不能多帮我们抓？每个人好像都需要打野，打野好忙啊。这下路小嘴这么甜吗？啊？我将为你指路。你错过了吗？别急，我来了。我们开始吧。我还没到呢，看你自己都可以杀了呀。算了，还是我帮你杀吧。你把握不住啊。你看自己都可以打得过，这不我不来，他一直都不敢打。我给予了他力量。这波剑魔抓死可以吃个一些塔，我再去下路帮他们。主要我感觉这青钢影挺会配合的，这剑魔也好抓啊。抓一波上路给他推掉。踢一脚死了兄弟。他好像没看到我，先别急，等他大灭开的差不多追，再追，好，他死了。直接孤立无援。不要着急上，这种对方血量还比较健康，而且在塔下的时候就等他先换血再打。考一下大伙儿，这一血塔满层皮，一个人吃多少？两个人吃多少？这老观众都知道的啊，考验是不是老观众的时候来了？你该不会还要砍我吧？泰克斯最后的通牒。哎呦，我 Q 还没出来，好痛啊！我想 AWA 再 Q 他的，有点疼的。他这一刀有点痛啊，刺死剑气，加点蓝。他这个被动加点蓝有点说法的，加满天征服者铁刺鞭。
硕坚砍了我三四百。没关系，上路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，装备一样的。我来了，勾引一下，对，开打，带我一层，人没过去。等他拉开距离再 Q 他 ，AWA， 后背没了已经。这三没懒了，我来了，吹起来甩大。你让我来，你人又不上，你这不是在搞吗？啊、嗯？你看，一直让我发现我来，我来了你又不上，那我不来了啊！勇敢一点，亚索 Q 小兵斩风，孙猴子还没掉呢，救一下兄弟，你的 QR 呢？再追你死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再过来试一试，等他把上段 Q 交了，他就是等他最后一段 Q 啊。调皮，这害虫不来中了，你当我是这个亚索呢？下路打起来了，往左边拉，我后边还有点点点点 Q E， 后边 A 一刀直接死，一个单 Q 直接可以触发破败，偷一下移速，还有最后15秒，应该还能再吃两层皮，这青钢有神分在。龙再收一下，有三人在，感觉可以买羊刀砍得快一点，前面比较肉。刚好930的血，我的 Q 伤害，他不是单体目标啊，没办法直接触发的。你再皮一下，我破败好了，你死了，我跟你讲。EZ 来了，我可以砍死他，差一点点，我在等破败的。有破败在他就跑不了了，这个角色感觉不是很会，再把对面比较灵活，刚好来个冰拳减速一下，让他灵活不起来，加破败双减速，有这两件装备伤害就巨够了。你别说打我好像有点疼，那先买智慧默认吧，好像比我想象中的痛一点啊，先买智慧默认好了。我没大的不我们开始吧，
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等能过来刷野，我刷个四蓝。冷一下，冷一下，我这波有点冲动，想杀这小汉堡。把这个斧子买了，532，940，谁发起的投降啊？这九月来当代了，我感觉他应该会吃这个塔，我逮一下他。我觉得得让那个上路来团，对面爆发还是有点高的，不能吃第一套技能。你不走是不是？后排减速到了。规模开大了，我还是有点脆的。赛恩呢？我破败好了。还有红 buff 在，这波打个单 Q， 这小王八要死，带我一程。把坦庄神话买出来就好了。哎，不对，这三人很久没见到他了呀。这剑魔把技能全开了，直接开砍。Q 拉下仇恨，这样他就 Q 不到了。我是 Q 早了，我是想砍卡到 Q 的 CD 直接给他秒了。你们没看到这个剑魔交了第三段 Q 的吗？
但是伤害是差了一点点，主要他回血太夸张了。他怎么要来了？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永不动摇。哪里跑呢？只要先让这个剑魔大灭战斧开了，就很好杀了。他血太离谱了，他。没中伤，我们这边所以剑圣除非这个装备成型，还是不能第一时间进场了，得注意进场时机啊。来抢来抢，你来真的呀啊，我挡双刀，你跟你开玩笑的呀。你们为什么会以为发这些眼表情的就是妹妹的啊？有很多男的比妹妹还喜欢发，就比如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全是在发的，看到没有？该不会想杀我吧？再见。我操，早知道不犹豫了，这剑魔感觉会玩的，这剑魔我被他拉扯了，兄弟们。他要是追我，其实第一时间我就闪现了，他不追我我就想杀了。这个人是会玩的，我感觉得来个重伤，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啊。我看一下什么东西是适合做的。移速攻速，直接来个反省的提醒吧。我在等他大灭没了，他大灭在的时候回血很夸张的，他有加成的。我来了，这波你看他直接一刀回了半管血，他这个被动没事，我再过这波可以杀他来上，就一个 EZ 了吗？小月也过来了，我主要是刚才没买装备，我买装备肯定就直接跟他干了，稍微能扛一下就 无所谓的。后面有个卡马森，十六级了。
直接踢他兄弟，我这会有重伤在，他吸不起来了。立竿见影，刚刚好一套就给他秒了。有重伤，他往后拉一下，再给他开个盾，给他溜掉了。主要还是这个重伤，直接减60。伤害最高，下一把。